你们俩哪儿认识的？我们俩大巴车上认识，就是坐在大巴车上，我去工作，然后他去那北京办事，然后就是这样的角度，然后我这边是窗子，然后他坐在我边上，然后就是我老偷着看他，就好奇的眼神。没见过啥呀？不就个子矮点吗？没见过这么帅。然后等他看我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扭头，然后我就这样来回两三回之后，然后他就突然一，然后就在我看他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转回头，硕大一张脸。啊，那时候你多大？那时候19还是20？好骗。你现在多大？我现在29。29，9年前啊。然后就特别尴尬，然后他就看出来了，然后他就开始找话题，然后跟我聊天。哦，来，轮到你补充了。没啥好补充的了，大概都说完了。你不是说他说的当时情况是这样式的，我和我的朋友去北京办事儿，反正隔着一个过道，我们两个就这样说话，这样说话，我就感觉旁边坐了一个小女孩，长得还可以。当时什么呀？好像你用余光看似的，其实你早就盯上了。没有，当时就是总能感觉她在这边就这么看我，瞅你。哎，对，等我一回头，哎，他就不好意思了，哎，他就扭那边去了。这个回头酝酿了很久吧？对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当时他就是四目相对。那你跟人家聊啥呢？去北京啊。那只能去北京。就是从唐山直达北京的。我知道，第一句通常都是废话。对，后面呢？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多大了？啊，做什么工作呀？哎呀，反正多少再吹着一点，我北京怎么地，怎么地。给我来一个。反正就是一顿小词儿，一顿小套路。你们就最后留了一个 QQ 号，谁留给谁？他的给我了。你胆子这么大呢？年轻，没有那么多心眼儿，然后结果就被他套了。你以为你现在就有心眼了？现在也没有。认识多久以后在一起的？差不多半年左右吧。然后谁表的白？正式在一起。表白没说什么，我说，不找对象啊？他怎么回答的？不找啊？不着急啊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呀。他说行啊。啥样的呀？我说。你看我行吗？没心意。当时就是这样吗？他怎么回答的？就没有，好几天没理我，没理我。他哪一点吸引你？我觉得他能够很阳光，然后还能自立自足。平时我们两个一起走在街上的话，就是有很多就在那说呀笑呀，然后就指点你啊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劝导我。你家里反对吗？家里当时很反对。但是他们听说之后，你们俩不可能，然后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然后就不让我出门了。然后就是我一直手机摔了，都没收了，看我们两个联系，他自己要从家里往外跑，完，就是我岳父知道了特别生气，用那个铁丝儿就把他的手和脚就给绑上了，绑了一周。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这边先松口了，他说不行，然后看家里面这么反对，然后我在家里面也挺受罪的，他说你就放弃吧。然后我当时还特别坚决，我说那我不放弃。然后我就在家里面，我其实我就是做一个两面派，在这边跟家里面说我放弃了，在他这边我们说没有放弃，慢慢的放松家里的警惕嘛，然后就找一个机会，然后偷偷跑出来的。然后我们两个就然后就领了结婚证，然后就简单的办了一个婚礼。你父母呢？他父母很同意。你父母来了？啊。办了酒吗？办了，就是在他们单方面办了，然后我们家那方面没有办。啊，你后悔跟爸爸妈妈闹成那样吗？其实也后悔，但是他们这样对我也是为了我好。我现在能明白他们理解他们的，当时的话也是年纪小，然后你现在理解是因为你当了妈吧，你生了孩子吧，对吧？是小子还是闺女啊？小子。多大了？8岁了。现在知道了儿子不听自己话，自己得多难受，是吧？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。是。